这里呀、啊，从典狱长的宿舍走过来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好像是这里耶。哎、欸，怎么围成这样啊？啊，是看不到啊，看都看不到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这里。我们把铁皮拉开，看看。啊，好、啊啊。好难猜啊！哎呀，怎么变这样啊？啊！你，一切的你，我的你，哎呀。
你的感觉真好啊。我们还能唱能跳，并不是老而无用，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死，等它烂，然后被拆掉？看你们被弃被围在这里，任由草木丛生，真是令人心痛。对啊，应该啊，好好把你们整理整理，花草啊，好好修剪修剪，重新规划使用才对啊。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废弃在这里？我们这个建筑群是很珍贵的文化资产耶，见证了新竹地区百年来的变迁与发展，我们是很珍贵的。没错，全台湾已经找不到几个像我们这么完整的日式聚落了，我们要争取好好的被保存再活用，这样保留才有意义啊。对呀、啊，等监狱迁走之后，就把我们一起规划成青少年法治园区、这样就可以延续 日本时代少年刑务所的历史意义。或者是登山人工坊也不错。把监狱改成青年平价旅馆，让人体验睡在牢房的特别滋味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一定可以吸引到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要不然也可以是创意市集，或是儿童故事馆，这个不错哦。或者是青少年科学园区，新竹啊，号称是文化科学城，却没有半个青少年的科博馆。你们说啊，这个像话吗？就是啊，要活着，要活着，就是要有希望，要有梦想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争取再生、再活用，我们要共同努力。哈哈哈！什么声音？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告诉我，你来告诉我，你来告诉我。来家住。